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 天天的呀，小铃铛大大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一张竞赛地图，叫做《勇者大冲关》。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，咱们先来进行一波惩罚吧。那我就选那个惩罚是捏着鼻子唱娘娘。好的，那咱们每人选择一条赛道。边跑边那个吧。那我要准备开始唱了。好，你唱吧，你唱吧。我这个赛道怪里怪气的，我走你的赛道了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点亮夜色，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是你歌，抚着我。好了，不会唱了。不是娘娘月色，娘娘的月色嘛。娘娘月色，娘，为你思念成，没有不问题啊。是哪个娘娘的月色？是后宫娘娘的啊！西吧，啊西吧，我也下来了。不是，你就这样唱完了，好歹你也唱两句完整的呀。我只会这两句。还有呢？那我大不了再来一个，我们学猪叫。学猪叫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第三关凌波微步，我开始唱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学猪叫，一起。完了！我跳过来了。你看我，嘿，直接过来。不是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又用小淘气。我不用小淘气，第一关都过不去。你个臭不要脸的。哎，大哥，你大哥，叫大哥干嘛？大哥在这呢。我没事。好说话，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好说，你下去吧。我不，死都不下去。哎，这一关，等一下。下去吧。不带你这样的。记不记？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小表妹了？你居然这样害我！啊，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再走。这关简单，这关简单。哼，吃个鸡先。再见，再见。没事。西马。我是蹭着这个过来的，你敢相信吗？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话，真的。哎，这可以有拉杆，可以把它给关掉吗？我帮你关掉它。不要，开玩笑，这种简单的跑酷，哎，大哥，开玩笑的，挺难的。这一关怎么走呀？我天哪！不是，你怎么过去的？我就这么蹭着蹭过来的。然后这一关，退！哎，一不小心蹭到了一下，啊，西吧。这一关怎么走呀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这是烧烤架吗？这关你怎么挤过去的？我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胖嘛，我就这么卡过来的呀。跳！曲线暂停！哎呀，干什么你？我看到你了。我有做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我并没有。我跳，完了，我蹭到旁边了。就是要蹭旁边蹭过来呀，我就是蹭过来的。我跳，我跳不起来啊，神经病啊！记不记？我蹭到旁边一直都跳不起来。可是我跳得起来呀，可能是我用的小淘气吧。不是你小淘气，你好意思？我在这里看着你，我跳，哎，跳起来了，这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哎 ，nice baby。等一下，这一关我该怎么跳啊？请问，问题来了，我跳，哎，性感的二段跳，漂亮，给力。然后这一关，等一下，要用第一视角，不能用第二视角。发生什么？没有，并没有发生什么。我挺好的。
稳稳稳，这一关一定要稳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哎哎哎，简单简单。然后这一关，这一关，这一关，这跳那个中间啊！杀杀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吃个鸡先。然后这一关，啊去吧！我都说了要跳在刚好那个中间那里，它就不会掉下来，然后就马上跳，马上跳，就下来了。想个，我跳跳跳跳过头了喂！啦啦啦啦！我就不信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一关，这一关，我跳不过去，不存在的。我洗，我洗，我洗，洗洗洗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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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了！我完了！我赢了！哎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故事，你认真听好吧？认真听，认真听，认真听，认真听。那个有一个帅哥正在追寻你的脚步，冲向终点。这个是要敲的，我抢，快用力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这兄弟明明是我抢到了，为什么没有结束啊？反正我不管，就是我赢了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期了吧？结束这期了吧？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彩蛋的了。有卫生间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等等，你上厕所居然不脱的裤子？拜拜。